事的本尊和分身相见欢，戏中扮演慈济志工方汉武的 Junior 献上鲜花，一面表达谢意，一方面也对故事情节深深触动。就去背后胖点做啥呀？退出来去探钱。少小离家拜师学做面包，方汉武从小立志要赚大钱，只是当他圆了这个梦想之后，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快乐。那我的小时候可能会辛苦了一点点，但是也许那是我累积未来的一种资粮，但是那个当下我是看不懂的，那我现在我才觉得我好幸福。我叫方汉武，我是一个做胖的师傅。历经淬炼加上另一半的支持，本来不快乐的人生因为进入慈济之门得到圆满。就真的是我们慈济里面的四神汤，就是要感恩知足善解包容，真的生活禅就是这些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学会付出，所以收获无价。这部以面包店为背景的真实故事，5月24日就在大爱剧场励志上演。大爱新闻，汤道顺、张瑞佳台北报道。